下就好了。地震发生的隔天下午一点多，他透过我店里的电话找到我，然后来请我联系他们在里面受的家属，住漂亮旅社的家属。他一开始是跟你说他是谁的家属？没有说，他只是说他们几号房的家属这样。后来他有发他的家属的出入境的资料给我，那我请他就去找那个县府的秘书，然后请他们再跟对方联系。